理智和科学园是上海交通大学举全校之力打造，对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载体，是参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前沿阵地。科学园占地54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是涵盖8个建筑单体的交叉创新之源。如今在吕志和科学园内已汇聚了一大批海内外学术英才，不断追求卓越的他们以未来创新交叉为核心发展理念，以物理、化学、生命、材料、信息等基础学科为基石，以共享科研重器设施集群为支撑平台，聚焦变革性、颠覆性、引领性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致力于不断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饮水思源，观远畅怀，我们期待着在和谐文明的广阔世界里共享每一枚硕果，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汇聚每一份力量。勇攀科技高峰是交大人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使命，在上海交通大学这片承载了殷切期盼的创新策源高地上，吕志和科学园所走的每一步都将在永恒的探索与创新之路上跃向下一个巅峰。